Hello，你又回来了，我是小方块。Hello，我在这里，看得到我吗？我现在这个画面只能这样小的话，没办法，所以只能那样哦。那今天要来玩吃鸡啦。那最近吃鸡升到 S6 赛季，我本来四人的段位上到不朽星状 E 这样，结果赛季一升，我变成 Can you see that？黄金，对，这不是重点，这个跟今天要讲东西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我现在就会把这个画面拿掉。哇，这种东西怎么可以有这么大一个东西挡住？哎，我们今天要来讲完呢，先开始再说。那今天要讲完呢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玩抢空投了，就这样。那抢空投这件事情呢，我是没有打算再去收太多的物资了啦。那我就直接跳那这个地方。这里是我当人很常玩的地方。那我的计划是这样的：首先呢，我们先跳到这个地方，这边这个地方收好物资过后呢，再去这边收的差不多呢，就去找车，然后直接去空投的地方。而我呢，其实并没有打算抢空投，我只是打算在空投旁边埋伏着，谁有谁一来就他的把他给射爆。其实呢，这个地方呢，物资也没有说很丰富，可是为什么要跳这边呢？因为呢，这边没有什么人啊。我一说完，我就看到一个有一个人降落来这边是怎样？算了，不管他，Someone is coming。我刚刚听到脚步声，但是现在没有了，算了，不要太紧张，我超紧张的。因为我知道，目前我知道的是，外面有一个真人。我不确定他会不会来这里。刚我刚才看到他了。我看见他了，他出来了。Oh no！刚刚那一波开枪，知道我多烂了吧？紧张到手抖啊！哇哦，不错哦，它的物资，那我们也不用进太多，就不用去别的地方搜了，直接去找车，杀去空投地方。找空投这件事情呢，我认为呢，应该要先去高处。虽然说我现在身上有把98K，可是我并没有背镜啊，我又不像那些高手们，几秒吃鸡，我办不到，办不到。我现在就有一个红点，我也不知道怎样打下去。那目前呢，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空投诶。这样叫我怎么办？那我自己不是没有内容剪。就是一个普通吃鸡赛呀。看，脚步声。Oh no！现在就是等空投的，就是飞机的声音。还是趴着比较好。听见了，我撤我撤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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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空投我来了，哎，在哪里啊？哦，我来了。
哦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现在就等别人来舔。哎，干，我刚才是不是看到人了？妈的，树叶，哦，看见人了，看见人了。哦，干，他跑了，不、哦。哎，后面有人呢。哦，干。后面还有人，干人呢？盲射射不到啊！干哦，好多人呐、啊！给你照，填包先，没有什么可以比填包更重要，埋伏。静待下一个空投的出现。哎，等下，有人驾车，就在我上面哦。看见人了，再继续跑啊，再继续跑。不对，我没有掩体，我没有掩体，再去检查嘞。那个人跑去哪里啊？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什么来的？管了。另外一个空投出现了，我干，那边有人呢、啊。我现在是要去杀人呢、啊，还是要去抢空投？不对，我自己的主题就是。管快跑啊！不能够啊！我不管了，我先去撞人。我直接 pass 过他是怎样？哎，这是车。干，我刚刚原来是打错了。哇，他打到我，他怎么可能？哇，Hey boy，Hey。哼哼，哦干！Hello，我现在上不了车，也下不了车。哦干，我看我死定了。